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洗完它会变成一个饼？腌好的排骨，我们放上一些蒜末、豆豉，还有葱末，这个是大葱，大葱更香。把热油淋上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上锅蒸啦。芋头蒸排骨，再切点葱丝儿。这个是我提前泡好的木耳，下锅焯两分钟。给大家看我的懒人控水大法，就是放一张厨房纸在下面，然后把这些菜呢都往上顶，然后呢它们这个水分慢慢往下流，这个厨房纸湿了之后呢就可以把它拿走，蔬菜也控干的差不多了。尝一下，尝一下，调味如何？嗯，好脆啊！OK， 这样就完美了。咱的排骨也到点儿了，看看它趴没趴。哇哦！我来戳一戳这个芋头，我的天，超级的绵糯呀！今日份的一人食。不过尴尬的是，这个盘子我有点取不出来了，好烫好烫，所以我就直接这样子吃吧。泡了一杯红茶，开饭啦！熟了熟了，放心了。这排骨真的好香啊，它是调味调得很好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排骨吃起来没有非常嫩的感觉。我买的是那种黑猪肉排，哇，简直是一鸣即化的这种口感，哇，真的好绵糯哦。其实我平时很少吃芋头，喝奶茶我都不会喝芋泥奶茶，但咸的芋头我真的可以。你们知道独居女生在什么时候是最不想独居的吗？就除了很害怕很担心的那种情况下之外。我说一下我的吧，我的就是套四件套。
今天就光套四件套我就出了一身汗，好希望有人跟我一起套呀。现在准备来做巴斯克蛋糕，我们先把这个奶油芝士给化一下。我觉得这个牌子奶油芝士最好吃，这是我刚从冰箱拿出来的，把它在常温下放一放，等它慢慢软化。我现在喝个牛奶咖啡，这个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很好喝的纯牛奶，南达的，也是非常的那种浓郁香醇。然后大家倒这种袋装牛奶的时候，可以在它的尾部，然后用这个剪刀剪一个口子，它这个牛奶就会很快速的完全流出来。生活小 tips， 这个牛奶的那个产地是新疆喀什。现在来加糖40克的样子。现在来过筛一下，然后我是准备做几种不同口味的，所以呢分次过筛。这个这么浓吗？我试一下呢。好，是有点浓啊，感觉。先做原味底。这一份里面呢，就加入一些红茶碎。最后这一份呢，咱们加点可可粉。放到预热好的烤箱220度烤20分钟。呜呼，感觉现在上色已经非常均匀了，上面有漂亮的焦褐色，这个颜色太美了，太有食欲了。现在咱就放室温1小时，再冷藏1小时。现在已经冷藏好了，我准备打包带去给姐妹们尝尝。到了公司了，我们来采访一下好不好吃。就是我自己其实都还没有吃，也不知道翻车没有。来，雅姐告诉我。哇，它属于那种外壳比较有点酥，然后里面是很柔的那种。没翻车吧？甜度怎么样？就对于不吃甜的人来说是非常能接受的那种甜。你觉得吃得到茶味吗？我就加了一些红茶碎末，我觉得细细品味还是有一些茶味在的。来，我们优雅的 K 姐，就是它整体的口感是细腻的，反正就是又有一丝那种颗粒感，有一种那种我很喜欢的带有一丝那种焦香的感觉。我自己来浅尝一下这个原味的啊，是吧？嗯，没翻车哎，好浓啊，巴斯克的味道，奶油奶酪的味道，配上我的茉莉茶。现在咱们来吃一下，就是星星做的这个巴斯克 cake。你为什么要骗人？什么？怎么骗你了？你为什么要拿好绿篮子来？你为什么要骗人啊？你太会了吧！对，这就是和好绿篮卖的一样啊。好绿篮有巴斯克啊。和星巴克卖的一样啊，星巴克有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吃，真好好吃，空气感很足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吃可可味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蛋糕就是你本人。为什么？第一是色系一致，第二是甜美度一致，第三是质感一致。还有吗？没了没了。这是我的可可味的吗？对，这是你点的可可，还是冰过之后的。必须要冰，这个冰的才好吃。看看你能夸出个什么花来？怎么这么湿润的感觉？它
吃，没有特别甜，你适合健康人士的甜品。好的，请您继续品尝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来吧，来吧，尝尝。凉了，这就是吃的冰的。笑得好朴实啊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快说啦！非常的厚实。嗯哼，嗯哼。绵密，嗯哼，芝士味很重，嗯哼，多少钱一颗你能接受？6到8块吧。我今天特意算了一下成本，成本6块钱，成本6块钱。这一颗也不大呀。是不大，但咱就是说用料经过层层精选。13，毛利率给你50，好吧？微信转我。